我为大家唱一首好听的哈萨克民歌，新疆各民族啊，就是能歌善舞的啊。那么这些歌呢，就很多种类啊，这分为谐歌、赞歌、哭情歌等啊。那么这个哈萨克人呢，有一个特点，一个是骑马，然后就是唱歌啊。这马和歌是分不开。那我唱这歌呢，你们听，里面有马也有歌，哈哈，好啊。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。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浪打浪大概是中国人都会唱，那么这首歌呢流传甚广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请胡静妮小姐替我们大家演唱这首经世不衰的经典老歌。不过吴老师叫我唱这首歌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一个是电影歌曲啊，另外呢我是湖北人，所以呢我尽量的用我们湖北的方言给大家唱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说永远的你。
是美国律师啊，出来了，一般的同事在家里啊，爸爸妈妈都见到。